机构设计草图，这是它尺寸。我认为这个机构最重要的部分是两组平行四连杆，它这样可以使这个机构水平上升，水平下降。机构的类型八连杆十接头，自由度是一。画出来之后可以找到老师要的图在这里，爆炸式图。模型绘制，模拟它实际动起来的样子，组装跟测试成品之后才会把木棍切掉。实际成品，谢谢观看。